光遇9月16号更新后哪些细节修改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陪来专家罗哥。光遇今天更新了，我们从大到小说说哪里修改了。第一个是沙滩篝火回来了，篝火重新点燃，只不过不能再生成烛火了。沙滩排球回来了，可以去商店花3个蜡烛购买，快和你的小伙伴一起玩耍起来吧。第二个是无限魔法被修复了，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办法，所以光仔们以后要用魔法要省着点用咯。第三个是星盘的好友点下来之后，好友的选项顺序变了，修改昵称的位置上移到最顶端，这一点应该是避免误触的情况出现，绝对是正向优化。第四个是画质变好了，看起来更加丝滑，过程的话更加清晰了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